很多妈妈有说不出的苦跟焦虑，不过现代孩子面临的压力其实也不小，因为少子化加上网络资讯发达，不少家长有神童焦虑症，不惜砸大钱投资小孩，希望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点。但是这也造就了小朋友行程满档，放学之后跟周末时间，除了补习课业，还排满了英文、钢琴、足球等等各种的才艺课。但这真的就是迎向光明未来的胜利方程式吗？究竟才艺应该怎么学？要如何看待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又有哪些不同的做法呢？在草皮上熟练的练习盘球，小学三年级的陈佑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六一早的足球课。中班，你现在多大？三年级。学踢足球五年，小小年纪的陈佑不仅踢得一脚好球，平日放学回家，爸爸妈妈还帮他与念小学六年级的哥哥 Oscar 安排2小时的钢琴家教班。就差这个，要跳起来，跳起来的感觉，肩膀接一下，这种感觉哦。除了钢琴、足球、学业部分，陈友爸妈还另外帮他安排数学、英文家教，周日则安排游泳课训练体能，平均一周有5项才艺班。我印象中大概就是大概四五岁开始，大概幼稚园中班，然后一开始就带他们学全美语的部分，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去上足球课，他们刚好有兴趣。他几岁？二年级。其实走进坊间的音乐教室，像陈佑这样的小朋友比比皆是。来，松松，1、2、3、4，1、2、3、4，2、3、4。钢琴、长笛、爵士鼓，各项音乐课招收年纪最小学龄前就开始。3岁这种年龄层比较小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家长会帮他们先做安排。那来了之后，我们再借由不一样的教法，然后激发小朋友的兴趣。小小年纪，18般武艺，现代少子化社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父母亲栽培小孩用尽心思。根据网络调查，爸妈送孩子学才艺的前3名，分别是运动课、多国语言课以及音乐课。不让小孩输在起跑点上，这个前提下，几乎我找了蛮多家教来家里教他们绘画、英文、钢琴，然后还有美劳。我觉得我个人是这样子的，没错。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点是许多父母亲的心声。有民间基金会委托民调中心调查，超过70%的家庭让子女补习学科或数科，每月支出补习费平均5500元，每周平均上课5.1小时。参加动机主要为希望有助于升学，家长和小孩讨论后决定，以及朋友介绍。因为现在108课纲啊，其实才艺里面也有加分的项目，所以其实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如果你才艺方面表现得不错的话，其实都有加分的效果，这一点是蛮重要的。现在才艺的部分都希望你去参加全国的比赛，才可以列入真正的计分项目。钢琴上陈列大大小小的比赛奖杯，才艺竞赛表现影响升学积分，也因此才艺班对外大多会主打定期让孩子参加成果发表会或是检定考，赢得家长信任与青睐。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举办一场检定跟一场音乐会，就是
发表会，但是这两个活动都是没有强迫大家参加，还是以自己的意愿为主。检定它会有指定项目说，哎，我每一集要完成什么事情，那对小朋友来说可以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可以激发他们练琴的动力。我们这边也会提供一个专业的舞台，然后去建立他们自信心跟成就感。顶着日内瓦高等音乐院硕士的高学历光环，专门教儿童大提琴的音乐老师吕玉成，教学资历15年，他深刻感受到台湾父母亲将自己的期待加诸孩子身上。那有一些也是看得出来是父母的期望多于孩子的兴趣。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有一次下课的时候，然后学生的爸爸就跟我说，欸，老师，我们当年还有这个学琴的环境啊。对，或是有妈妈就是讯息跟我说，就是我真的很不想一直逼孩子练琴，就是只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对，所以可以感受到一些就是他们的期望大于就是孩子的兴趣。本身的虚荣心，或是年轻时来不及完成的梦想，让孩子交棒，又或许是亲友之间的比较，各式各样原因促成父母纷纷将孩子送去才艺班。尤其网络资讯发达，引发家长神童焦虑症，担心自己的小孩进度落后，赶不上别人。社会上其实有一点颂扬这样的价值，就是我们希望你都是很优秀的，然后你最好什么都会，所以现在各种的才艺都有嘛，有美学的啊，然后数学啊，自然啊，现在还要写程式，因为 AI 时代大家会写程式，然后就各种都要有。我真的觉得现在孩子很辛苦，因为有这么多，然后你不去做，你很像就落后别人了，你很像就输了，然后你自己也会有那个担心，加上可能很多父母也会担心。让孩子赢在起跑点，但也有人在乎的不是起跑点输赢，而是探索与体验过程。接起来，传下去，传下去，传下去，每个人都接到手里了。位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和平实验小学，一言堂采访团队拜访这一天，学校正在举办春庆。全校总共400多位学生，以混龄的方式分为4个家族，设计闯关游戏庆祝儿童节。我是5年级，我担任的角色是就是压队，然后看照顾他们，他们有没有在队伍里面，然后他们不能脱队。那你们前面的小朋友都是几年级？我前面的小朋友是1、2、3、4年级，然后第一个是6年级。你们要哪一关？那我们从幼儿园到6年级，我们分成4大家族。其实说穿了，它的灵感来源就来自于《哈利波特》。我们在1年级新生，我们会有一个家族的分类门。你走进去那个分类门，你就会变成天空、大地、海洋、树居。它是一个模仿类似原生家庭的概念。那如果说那家族时间在做什么？混龄在做什么？他在学非认知性的，比如说考人际关系，好，长幼关系。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的家庭其实大部分都是只是一个孩子，他没有什么兄弟姐妹，那就是说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带动哥哥姐姐能够去带动去关心跟照顾弟弟妹妹。大地家小队长请起立。和平实验小学成立7年，是一间公办公营的新形态学校，与一般国小不同，突破传统分科教学的框架。实验小学才主题式课程，由学校老师自编教材，每天第一节上体育课，强调让孩子自主快乐学习，培养独立精神。我喜欢上学，然后我最喜欢的课是体适能，体适能就是运动，这样每天早上都会有。然后因为我也喜欢运动，所以呢就很喜欢，而且每天每一周的运动都会不一样，然后有时候还会全班一起去比赛，我就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学校它就是比较自由，不会像其他学校一样
就是进教室我有固定的位置，有时候我们可以，假如说我们觉得这个位置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可以跟同组别的换位置，然后我们也不是一个人一个座位，我们是五个人或四个人坐在一起，这样子会比较有安心感。除此之外，和平实小最大特色，上课没有钟响，没有考试，没有模范生选拔，更没有校长奖、市长奖，对许多家长而言，观念创新且具挑战。他们还是有检测，只是没有成绩，不会用成绩去定义这个孩子学得好或者是不好。对，所以就是会给他们一个区间，知道他们大概现在学习的状况是什么，这样对。可是不会有排名啊，不会有分数啊，这种让孩子会学习上感觉有压力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学校的校风是相对比较让小孩可以有你自主探索的机会，而不是说像可能比较传统的方式，你给他东西，然后小孩子被动的接受。强调适性发展，孩子放学后大多参加学校课后班或另外上一到两样才艺班。整天的话是四点下课，然后呢就上一个四点到五点半的社团，像是画画。我想去学裁缝呢，我就跟妈妈讲，妈妈就去帮我找了一间裁缝的补习班的一间教室，就让我过去上课。那你学裁缝学多久？学个三四年。因为国民教育它最强调的就是一致性跟标准化，但是实践教育它在转化到实践的过程里面，它就会更回到孩子个别孩子的差异，也因为这样子它就不再去高举标准化跟一致性，它反而去更重视孩子之间的差异化、差异性。我跟你就不一样，我在水里面可以游得很好的鱼，没有必要，根本没有必要要把鱼拿去跟老鹰比赛，看谁比较会飞。倒过来啊，你会在天空翱翔的老鹰，你干嘛到水里面去跟蝌蚪比赛谁比较会游泳？本来就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条件，但是这件事情对爸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从小，我们父母亲包括老师，从小一直以来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面长大。独具特色的教学方式，让位在都市蛋黄区的和平实小，即便附近小学林立，竞争激烈，仍成为家长挤破头的明星学校，录取率只有5%。到底你怎么看待孩子的学习成长这件事？如果你没有让他回到他自己孩子学习的那个样态跟风格上，你永远比不完。学校尝试让孩子不在乎鸣枪起跑，而是在各自的跑道上自在前进。台湾各式各样的才艺班琳琅满目，难道一定要学才艺吗？像国外有研究就发现说，其实对孩子来说，有一些时候那种放空，或者是没有特别要干嘛的玩，对他们的影响其实是也很大的，甚至可能会大过于他很结构性的去学一个钢琴啊，或者是学画画。对，因为在那些不特别作为的时候，他就要去想他要干嘛嘛。父母希望孩子多方尝试，事实上学习才艺也能分年龄阶段，像是学龄前重视探索玩乐，例如绘画与手工艺、音乐、舞蹈。6到12岁儿童期可以学习弹奏乐器、戏剧课程或表演，培养运动技能。青少年则能更深入学习艺术创作，参加乐团或是培养运动技巧。挥洒汗水，周末假期，公园大草皮，家长们花时间陪伴孩子探索兴趣。最喜欢的是足球。为什么？因为可以活动，然后让我比较健康。回归学习本身目的，除了发掘并开发潜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一生的兴趣。最主要是人生道路上的这个让我持续前进的一个动力，有点像我在练习的过程中，或是我在聆听的过程中，我
创造了这些音乐，但是同时这些音乐也推动着我，就是让我去度过一些比较具有挑战或是困难的时刻。这也是你希望教给你的学生，就是我希望让学生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音乐不只是一种才艺或是说一种兴趣，而是可以终身陪伴他们的一种力量。找到陪伴终身的兴趣是学习才艺的真正意义，毕竟人生是场马拉松，起跑点的输赢似乎不是关键，重要的是能不能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快乐、更自信。